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2年9月28日，阿根廷连续35场不败。在今日结束的国友赛中，阿根廷对阵牙买加。凭借美斯最后比赛阶段的梅开二度，阿根廷3-0轻取对手。同时，阿根廷也将自己的不败纪录提升至35场，追平93-96年的巴西和07-09年的西班牙，距离意大利连续37场国际比赛不败纪录只差2场。而阿根廷上次输球已是3年前，在2019年7月的美洲杯准决赛上，阿根廷0-2不敌巴西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，感谢你的支持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